我今次嚟介绍嘅怪兽就系佢啦，碧奥兰蒂直兽。佢碧奥兰蒂花兽嘅再进化版啊，下边有一大堆解说啊，唔讲啦。咁佢咧曾经想食哥斯拉嘅，后屘点知食紧嘅时候，哥斯拉咧就喺佢口入边射激光就烧死咗。以下就系佢嘅剧照。電影咧嘅畫面都比較黑啲。以下就係遊戲嘅卡牌，佢可以提升坦克車嘅生產速度有13秒咁多，但係好可惜咁厲害嘅怪獸就係得2星級而得啫。好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